每周三下午18点，会员尊享魔方训练营。每周四下午18点，会员尊享魔方训练营 Plus 版。本轮发生战斗的房间有3间。分别是 B107 武器库、 B501 大仓库、 B601 酒窖。酒窖？对啊，我跟他一起去的。哦，请注意，发生战斗后2号玩家生命值归零，成为暗影。暗影机制，暗影初始生命值为零，没有负重和武力，只会继承死亡时的速度，可不需楼梯上下楼。进入房间后无法使用房间功能和抽取道具卡，无法参与毒气投票，当然也不计入房间人数，不参与战斗或乱斗，不受毒气伤害，不需上交水量。若暗影玩家和存活玩家同处一室，每个存活玩家均会被每个暗影吸取1点生命值。当暗影玩家吸取累计大于等于2点生命值后，他将在当轮结算阶段最后复活，下一轮从复活房间继续游戏。基因面板恢复至生前状态，复活后的第一轮依然不受毒气伤害，不需上交水量。哇，你有多少滴血啊？你怎么会归零了？哦，他拿满了。你这个音效有点，他为什么归零啊？我9点生命值啊。不是啊，怎么会打这么多呢？您可在当前房间最多抽取2张道具卡。我现在还可以再使用吗？可以。当前房间的卡牌已公开，您可挑选一张获得。当前您的卡牌为一手枪、一刀、一霰弹枪。拿了3把，坏起来了。你一把枪没拿到？没有。2把枪，一把刀，6、8、8再加他的。这不人家8再加上基础的，是吧？你没有枪，所以你直接清零。请2号玩家前往大屏幕处，上交所有道具卡。我当时就整个人都傻了，我就觉得崩了，就这局肯定是全崩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玩，因为手里我也挺抱歉的，因为他的那个绳索在我手里。我绳索先放在这儿。对，你放我这儿。我还把它弄丢了。上交所有道具卡。道具卡全部都上交，然后甚至我那3把刀我都没有派上用场，就没捂热，我就给出去了，震惊，然后马上转化为很低落，然后很沮丧。2号玩家下一轮将从停尸间开始行动，但是我又不是一个想让情绪左右我自己的人，但是我怎么去处理这样的情绪，怎么让自己不至于一败涂地，这是我当下要做的。我当时是非常意外知道我们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，但是我算了一下，他拿到枪的话，实际上我们是不会有一个人阵亡的一个情况，但没想到这个慧心老师真的是拿到了一把枪。对，接下来本轮的毒气楼层是 B7 层。啊，停尸房是吧？我投 B1。 投基因库，因为我去不了了。我准备 B4 层。毒气有投 B701 的停尸间，还是 B7？ 那就投 B7 吧。啊！从本轮开始，每轮玩家需上交一水一粮，请玩家按1号到9号的顺序公示本轮你要上交的水粮。
一号玩家上交。零水零粮。三号玩家上交一水一粮。四号玩家饿着。五号上交一粮。六号玩家减肥，不吃不喝。上交一粮，七号玩家。上交一水。九号玩家需要八号玩家上交一水。九号玩家没有水粮。本轮火箭筒。没有被使用。现在是否有玩家要使用药片、酒及肾上腺素？三号玩家使用药片。三号玩家使用药片，生命值加二。四号玩家要使用两个酒。哦。请前往大屏幕处领取骰子。你要摇到六，你就发财了。加油，慧子，摇个六。哎，祝你好运。三四五六都可以。哦，尽人事听天命，尽人事听天命。哇、哦，恭喜！玩家投掷出数字五，负重永久加一。这个好玩啊！这个可以，嗯，好好玩，我也想摇。那我再丢一个，你再摇个五你就发财了。对，你现在最后金是要拨六。六，六。哇！哇，牛啊！玩家投掷出数字六，生命值加二。我不仅就是没有折损，而且我还我还就是有很多的负重，还有很多的生命，哈哈，二呢，天哪，太好了。是否还有玩家要使用药片、酒或肾上腺素？一号使用肾上腺素。哦，一号玩家使用肾上腺素，下一轮速度变为十，且无论受到多少伤害，生命值降到一点，不会死亡。一号玩家使用一张酒。一号玩家使用九，刺激刺激。二号闪亡。哎，希望通过一个骰子，然后希望加基础的这样的属性，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赚的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三四六，对对对。丢弃所有道具卡。我手滑了。各位玩家尽量还是滴酒不沾，这种骰子这种东西不适合咱这种酒精过敏的玩家。本轮结算阶段结束，即将公布各位玩家的实时生命值。四号玩家是谁啊？我呀。哇，九滴血，你是最高的了。我当时只剩四滴血的时候，确实非常焦虑，因为我只有枪，没有水，没有粮。然后如果在下一轮我不能拿到药片或者水粮的情况之下，我就只有两点血了。当下的想法就是赶紧怎么样回血。目前人们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状态。保护保护，银行请求保护。即将进入第三轮自由阶段，首先请各位玩家按照从一号到九号的顺序依次抽取顺位卡。这次我谁也不握手了。不可能啊，这次我要抽取一号卡片。
第三轮自由阶段开始。哎，我首先得把刀给你。对 ，OK。然后给你个粮，你没粮是吧？我觉得。谢谢。来来来，我觉得可以吗？你要不要多一个粮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现在没有。哦，你能存，你能存是吧？我给你，我给你，你能存吗？我怕他，我怕他把他直接轰死了，我的粮就没了，我存了一个粮在他那儿。你能放吗？能放。哎，我的，你把我的粮提一下，我去交换一下。你不存吗？我要去拿呀。我刚用了一个啊。我行。利息挺高呀。我等会儿还你。没事没事。我现在有点扛不住啊。当时我心想我至少要拿血拿粮，能够去把这个后面几轮稳稳的度过。有肾上腺素的话我去求一个肾上腺素，有药片的话去求个药片，至少能让我回回血什么的。可文，可文你在哪啊？可文，哎，可文在吗？啊，你们先聊。可文在吗？在啊，你们俩先聊。和那个可文，我跟他文说的是我们的合作高于一切，但是他在不停跟别人做交易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交易内容是什么。哇，慧心哥，真的，不是，关键是你到底有没有？你要没有，我有，你给我看一下，等会儿你给我看，你看，给我看一眼。你给我看一眼。不是，我为什么要我保持好这种就是可有可无的一个状态，这样才能。你先告诉我，就是我跟你不会碰到的，然后我也不会碰你的。但是你的火箭弹可以打我。首先我保证我不打你，我打一定是在中后期开始打一些比较高的人，就帮我们帮你，就是你到哪里我就不去打。你这样觉得这样？你先把火箭弹给我看一眼，我现在没法相信你。咱俩跟这干聊什么呢？你什么都没法给我。我知道你没有火箭弹，我必须要保持好这样的一个暧昧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不，你这个有点，那咱俩这个有点谈崩了呀。嗯。你想去哪儿？对了，你先给我一水，你先给我一水。你到底要不要枪啊？所以说。我最后跟你换可以吗？因为我但是等一下，那下轮浇水的时候我就没水了，你得先给我一水。因为我现在需要药片，如果别人有药片跟我换，我跟他换；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优先换给你，可以吧？那怎么着？你现在没法给我水啊？那我下轮浇。你现在有啥？我现在就是两个枪一个回收嘛。回收是有啥用啊？没啥用。那我给你一个水，你给我一个枪。没有，但你能不能保证给我一个药片啊？因为我刚把那个顺位一给你嘛，因为我现在啥也没有，我现在只能靠你了嘛。这样，那你给我一个水，我保证给你药片。那你保证给我一个药片，保证给你药片，保证给我一个药片。嗯、那你下轮再负责我的水，因为我这手枪还是蛮值钱的。肯定的。对。但是你得给我药片啊，反正。OK， 行。行。为什么把那滴水给可文呢？我其实一开始我就觉得前期扣点血其实没有太有所谓的。那我是希望让可文能给我留个药，这样子我最后能回两滴血，然后当正好换一个枪先保命。哎，可文，不行，我得先跟我们俩先聊，我们先聊。你把那个给出去了。对，因为我欠了他一个，因为他刚才的那个一的顺位是他给我的，懂我意思吧？那你我刚本来说是要你现在能帮我什么？给你药啊！你等会儿把药给我补血是吧？可以可以，好。但是你就是怎么说？像我现在是，我现在逃跑。你现在，我现在我肯定逃跑。你要干嘛去？我遇谁我都得死。来吧。来吧，我决定了要把那个药房轰了。啊，可以吧？这次我轰药房。那我就不去药。你绳索给我。他绳索在小伟那，他现在死了，道具没了。那我下一把很有可能死，大家保护我。哎，兄弟们，谁有药片能借我个药片吗？要不然我下把就没了。
盒子里。有人有药片吗？借我个药片。有人有药片吗？借我个药片，我要死了。啊，你我没有药片了。英国呢？我没，我真没药片，水凉，我只有水，水凉一个，水换出去了，你啥都没了。对，好。我没有凉水，我下不了死。不是，我刚刚给你一个金条，我就什么都没获得，我相当于白给你一个。我等会去拿东西给你拿。我这把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你别告诉他们。我等会我这把去停尸间。哦，我这把去停尸间。你去呗，没关系。我跟他们说我去药房，但我要去停尸间。行，不是你去药，你不去药房，我没有药啊。不是停尸间有药，他们有，他们应该以后有药。没有，停尸间就那谁。他答应你给你药了吗？你不是要用他那回收装置吗？对啊，那用他回收装置给你要也行。他对他是要，哎呦，怎么办？东哥，等一下，我现在也很紧张，我下巴要死，我得去借一水一或者一凉。我要不然我下巴要死了。倒计时，一分钟。慧晨，慧晨啊，你能不能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两啊？因为我下巴我下巴只有三滴血，我要扣一血一两，我可能再受个别的伤害我就没了。像你九滴血还比较安全。那我不要，你给你吧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等会我会再保你一下。我觉得今天这个游戏，我的总体打法是，宁可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，也要信守承诺去回报别人。这行为真的感动。你下手给我个水啊，我那个凉给你了。我把凉先给你，快，你不要给别人。你得跟我聊了。谁都不要给。李老师，你别忘了啊，我会还你的。但我那下面也没，我凉会还给你。不是一人凉吗？他俩。哦，对。你的水呢？他说他绝对会跟我交流，才把他的水给出去。我会把我的粮食给出去，这样收益才是最高的。不要单独一个人去给，结果林老师直接就给了别人。你的水呢？对，我水必须给你。对啊，所以你答应别人，你要说你再去拿一轮再给他。那给了咋办？你给谁了？给可文啊。你看能不能要回来？因为你肯定得保证咱俩的利益是最高的呀。为什么把那滴水给可文呢？因为不要太冒尖，而且水凉这个联盟，我们觉得核心是要保证有场上有霰弹枪的两个人，别对我们进行攻击。我不想把那个分数太高。可以，可以，也可以。嗯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现在在武器库啊。那你往哪儿走？我现在想去停机坪了。第三轮有一水一凉。拿呗，反正我去我也拿不了那么多。好，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哎，你们去哪儿？别一会儿我把你们的事儿耽误了啊！你们去哪儿？别一会儿我把你们事儿耽误了啊！我去大仓库。那我就避开啊。哎，柯文，你过来。你到底去哪？我在想他到底有没有火焰瞳，他有火焰瞳就不去吧，你尝了呀。太硬，我感觉他好像有。接下来进入第三轮行动阶段，首先请持有一号顺位卡的玩家进入行动室。哦，我是一号。哎呦天哪，风水轮流转。哎呀，来了，拿着我的小人儿。我要去的地点是 B301 药房，希望能拿到一个药和肾上腺素。我从酒窖先上到大仓库。请前往右手边的窗口进行抽卡行动。给我一张药和一张肾上腺素吧，求求了。哟，连着的吧。好，牛。当前你的卡牌为一肾上腺素一药片，请选择本轮要投票的毒气楼层。这一轮呢，我要投 B
四层，我希望尽快的把大仓库给复读，因为现在在大仓库里面人还是蛮多的。请持有二号身位卡的玩家进入行动室。去吧，安全的地方。好。我想去大仓库。我不太确定博文去了哪里，因为他有肾上腺素，他其实往哪儿走都可以。即使他在大仓库的话，那我也可以把他打掉，因为我当时借了林老师的双刀。哦，你可以借我一把刀吗？ 我要去大仓库抽东西，我抽三个。到时候如果有药片，先给我药片。可以。现在我最紧要的是要有一个东西去跟别人交换。又来抽卡了。好运眷顾我，三张。我第一次见这么高级的东西，我得把它捂热了，我得把它捂严实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，就没有见过酒啊、刀啊以上的那些东西了。而且我当时还想说，要不要跟别人去交易，或者说我可以一直把它藏着，我当成我一个血嘛，到时候结算的时候我再用。天哪，我还投基因库，基因库我已经顾不去了，打乱了我的所有的节奏。FR 就投他了。请持有三号顺位卡的玩家进入行动室。回大仓库。我准备这一轮移动到停尸间，因为我准备去拿叶小伟成为暗影留下的东西。前三。刀子。刀子。哦，消消乐。你这轮是去炸药房吗？炸药房不一定，也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拿到。我觉得他就没有，他在这扯。这一轮的抉择非常的艰难啊！我现在人是在大仓库。第三轮其实对于我要去哪儿这件事儿还是抉择挺久的，因为本来是有绳索的话，能去很多地方，能去药房呀，能去上层下层都可以去。但现在绳索到停尸间了，停尸间还中毒了，去不了了。我的速度是四，那我能去到的范围内比较有用的地方，除了回垃圾场。就是去酒窖，而且酒我觉得本身是一个非常靠运气的这么一个道具，它可能会制导，比如说生命值加二啊，但是它也可能会制导所有道具清零。我当时有这个枪，有无限循环装置，这些都是我完全不能就是冒任何风险损失掉的东西，所以说我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垃圾场，就是继续去抽火箭筒。您可在当前房间最多抽取五张道具卡。全是垃圾。啊！完了。你上一轮被打了四滴，八滴。我的妈呀，战斗力这么强啊！就因为可文拿了所有的枪走，没有留一把给我。可文到现在没跟我说过话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了，感觉被拉黑了那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进去以后，他再跟你聊，然后跟谁聊，他说我们先私聊，我就是。
等一下，小伟，我要跟你聊一下。那你们先聊吧。很有概率。你们先聊。咚咚咚，聊一下。我的感觉你好像不太好意。没有没有。哎呀，可文呢？哇，就这感觉。咋了？坐会儿。抽了五张垃圾。可怎么办呢？肯文，咱俩说句话吧。说。天哪，说话了。等，这怎么弄？这怎么弄？文去弄。哎，真的是。谢谢。请持有五号顺位卡的玩家进入行动室。哦，哎，在哪儿啊？那行动室吗？七号，我应该在 B307，然后走回粮仓，我准备再拿一轮粮，然后出去跟人家交易。舍弃一个。当前您的卡牌为三粮一水。去控制室吧，作为一个好人，肯定是要去解控的呀。请前往窗口，告知你要解毒的房间。其实我可以解手术室，也可以解餐厅，但是因为我的移动步数只有4步，假设我到倒二轮去了水塔，或者还是去控制室的话，我显然是走不到餐厅的，所以我只能解一个离水塔和控制室相比于餐厅更近一点的格子，但这个格子又不能是手术室，因为我觉得手术室很可能成为一个重点。要么就是我再解一次，把手术室解掉加4，要么就是有人会来解，所以我当时我就不想解手术室，我先解个 B203， 至少我那个只要保密，我还有一个地方能够躲着。解读203。哎，英国，能给我个水吗？这帮。我现在没去拿水，我都没水，我俩都没水了，我刀子换水可以吗？我有刀子。我次元狗再换水可以吗？我垃圾换水行不行？这一个清魔方，看来我是势在必得了。不好说，你现在也有翻盘的可能。我现在不想活。请持有七号顺位卡的玩家进入行动室。现在是在武器库，一步到平级瓶。停机坪的空投物资已公开，您可挑选一张获得。我现在是在停尸间，我想去。我想把自己的步数稍微增加一下，我的步数增加之后呢，我希望先在药房得到一个，看看能不能得到肾上腺素，打上肾上腺素我就直接一路跑到控制室，我要再开一个房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。3步操作室。当前你所在的房间为操作室，可修改自身基因面板。我改一下我的基因，速度值变个5，武力值呢变2吧。请各位玩家回到座位。来吧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又到了。接下来进入第3轮的结算阶段。本轮手术室没有发生手术，本轮没有发生战斗或乱斗的房间。哇哦，好 peace， 和平。大仓库发生了暗影与人相遇事件。吸我血啊！你们去哪儿？别一会儿我把你们事儿耽误了啊！我去大仓库。
个人的诉求是不太想粉的。这一类我想先拿一滴血在身上，我想去大仓库。当时我还想吃一下暗影这个特殊身份的红利，而且我能确定惠岑在仓库，我为了求稳，我必须得吸他一点血，后面想复活的时候就比较主动，我只要找到一个玩家我就可以死。他们人太多了，都说那个啥，然后就光吸我一个人的呗。就一滴，我以后补给你。你咋补？我肯定我全力。你现在还是暗影。本轮的毒气楼层是二层。这一轮呢，我要投币四层，我希望尽快的把大仓库给布毒。F 二就投他了。我要把基因室给毒了，让他们去不了基因室。我投 B 六，因为 B 六我确定知道应该有人，而且我应该知道不会去。我准备毒 B 四，赶紧把下职位全毒了。先选一个不会影响我自己活动的区域 F 二。下面，请各位玩家上交水粮。一号，减肥，又减肥啊？饿呀。三号交一粮，四号交一水，五号交一水，六号交一水一粮，七号交一水一粮，八号交一水一粮，九号没水没粮。我看你们也挨不过几轮了，真的，我挨不过，我都不够，粮王都不够吃了要。全场最没有压力的玩家啊，就是我，是真男人就玩暗影。怎么了，师妹？给师哥吸一口。我就不该，我第一个告诉你我在大仓库。本轮，火箭筒。没有被使用。一，垃圾，垃圾，垃圾。在垃圾场抽到五个垃圾，心情肯定是每况愈下的那种，就是有期待，后来变成零，零以下。然后，但是呢，既然我从这里走出去，他并不知道我到底有还是没有，因为我不骗大家的话呢，我无法去要更多的这个话语权或者资源去谈判嘛，哈。所以我就假设自己已经抽到了，让大家相信我已经抽到了。你火箭筒没轰啊？没红啊，那你肯定没有。我信我有，他就有。现在是否有玩家要使用药片酒及肾上腺素？我有酒，不知道应不应该用。请问您是否选择使用循环回收装置？是。酒。你别急啊，你往后头放放呀。你前面运气好了，你这把就试一下。我建议是别用。你没有。我建议是赌一赌。我建议是 follow your heart。 我的建议是没有建议。我是敬酒大使，一点酒也别喝。今天这个故事是什么呢？一滴酒也不能喝，喝一口就完了，还没喝进嘴，还没扔出去呢，直接就碰没了。碰我是酒神。酒这个东西一点别喝，加两点。我不用了。现在下面公布各位玩家的实时生命值。下轮我感觉我得掉血了，下轮再不掉血我要被打了。不，要不然你加入我的阵营。第四轮自由阶段开始，首先请各位玩家抽取顺位卡。九号到一号是吧？给我来个九。笑，这来一个中间位。哦，我来看一看我是什么呢？五，我是五号位。下面进入第四轮自由阶段，注意本轮停留在毒气层的玩家将扣除三点生命值，限时十分钟。哎，我上一轮的结算阶段我还没使用那个啥呢，
问了，刚问了用不用？啥时候问的？他还纠结说我用不用，用不用？他说不用了，这轮。好。你是让下就可以交易吗？什么？你是有吗？嗯。要不要交易一下？哎，不是我要用，不是我不用没法玩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玩。现在主要是。你现在有什么？你有没有肾上腺素？你有肾上腺素的话，我可以去药房拿个药给你。如果我抽到一个药，我把那个肾上腺素还给我。对，那你先给我把枪防身吧。没有用上这瓶肾上腺素，对我的策略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，然后造成了这个根本性的颠倒。哦，我刚才为什么没用啊？别人想拿枪或者想拿水或者粮来换我的药品，其实不会对我最终的结果有什么影响。哎，我们快速聊一下可以吗？赶紧赶紧赶紧。哎，这样你坦诚地说你现在手里还有几个水。我一个水没有，我坦诚地跟你讲。那水塔里还有几个，一直是你在拿吗？水塔里还有六个水。还有六个水。但是我不敢去水塔，因为你在停机坪。对，你先给我一个粮给我一下。你也没有，现在不能去这儿，我没有，你不能去这儿，你去这儿我们都拿不了。我去这儿的话，我能拿，那他不就没了吗？对，他就没了。所以说，我现在不去这儿，然后我可以给你一把匕首，你给我一个水，或者是我给你一把枪，你给我两个水。我去水塔前提必须要枪先给我，嗯，不然我会害怕。但是现在耀辉他也需要我的枪，我耀辉拿你的枪，他要去拿，我也不能跟他碰上。我当时只剩四滴血的时候，确实非常焦虑，因为我也没有水，没有粮。如果在下一轮我不能拿到药片或者水粮的情况之下，我就只有两点血了。你这把给我一个防毒面具，我得去那个缓一波。你要去餐厅，因为咱俩说好了，这一轮拿完之后，我下一轮的资源会换给你。你需要什么的话，那你那个得还我啊，防毒面具。当然还你，我当然还你，我绝对还你。如果不还你的话，绝对是属于背刺行为了。对啊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那你给我一下。嗯，等一下啊，我最后的时候给你，我肯定会给你，因为我没东西跟别人，骗。那你先卖身，那你确定？我确定给你。可文，我需要帮助，我下一轮得死。我算了一下，你下轮得死。我死定了。为什么？我两滴血了，我没水没粮。你躲一下。躲也没用啊，没水没粮，我走不到能躲的地方。我心情是崩溃的，当时我心想，我至少要拿水拿粮，能够去把后面几轮稳稳的度过。其实是骗水粮，然后那个用我那个刀去换的东哥的枪，我至少就是我不怕和别人碰着。你用那个刀换我枪啊？我换你枪干嘛？对我没有任何好处。不是，我拿资源，我去拿资源，我拿资源给你。龙哥，第五轮结束还你。行，现在行。你现在手上有水药品或水粮吗？我得回一下，要不然我这把走了。不能。没有。英国，你要水能够交易吗？我现在没水，我到时候跟他们聊完之后，如果有的话，到时候。好。你现在有多少？你现在有一水一粮啊？对啊，多了一个粮啊。你那个这把吃东西够吗？有多的吗？下一轮还。谢谢。下轮还，下轮还。啊！但是你就没了。就这么真心给他了，他再把我忽悠了，又骗来一个粮，真的。感动，只能说感动。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之一，他们仨都是。哎，谁想去大仓库这一轮？我。我有金条。我帮你翻，我给你个资源，你要水还是什么？我金条贵。啊？我金条很贵的。那你想清楚啊。你想清楚啊，慧岑。行，我想一想吧。嗯。有人吗？还有可能吗？可文。等会儿有。哎，慧君，下把还我。行，哎，下把还我。当然还你。我肯定还你，我得去苟一轮。可以。我现在是暗影，我能不能帮你？这一轮你其实无所谓。现在最关键的道具是肾上腺素。嗯
如果我有肾上腺素的话，我就能就各种就随便到手术室。我当时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他先当暗影苟两局，然后呢最后在第五轮的时候复活，去到控制室把手术室的毒给解掉，然后第六轮的时候我们两个手术室相遇。我最后一轮去手术室这件事儿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有肾上腺素，这样的话我行动范围大大的增加灵活性，我不管第五轮在哪儿，我第六轮都一定能出现在手术室。距离自由阶段结束还有五分钟。桂老师，你到底有没有火箭筒啊？你有没有火箭筒？我真、啊、你轰一下啊，你往这儿轰一轰啊。你说要哥啊？对，要帮好多人去。这谁去啊？谁去我你要谁去我就轰了。我不知道你真的有火箭筒吗？轰了。那个耀辉。耀辉是谁呀、啊、什么耀辉？我想想陈浩。霍伟森过来一下。我俩最后至少有五到六个量。这样我现在给你的话我只能拿两个水，你明白吗？我没法给你一人一个水。嗯、哦、没事，他扣一滴也可以。那你先扣一滴可以吗？我先把刀，我下周也得扣一滴。对，我先把刀给你。那我直接去水吧。因为我们当时达成同盟嘛，他给我一个粮，然后我给他一个水，这样子，所以说基于信任，然后也基于不要浪费武器吧，然后我就是把这个刀借给他了一轮。倒计时一分钟，你换不换这个？你先。哦，我换。对呀、啊，先换这个、哦，因为这是我们两个答应好的，给你。这个刀，借我一下。这个刀你收回。我其实想要。你想要药片是不是？药片或者水。我没拿到，我拿到的是两个水。我要一个药片，可以。那你现在给我可以吗？现在。嗯。等会儿你现在不是轻吗？我不舒服。你自己非得。我怕表演中打。我知道，我下楼肯定能给你。肯定给我一个。下楼肯定。确定。行。下面进入第四轮行动阶段，请持有一号顺位卡的玩家进入行动室。现在是在垃圾场，其实去操作室，然后把我的背包的这个负重调高，保证我下一轮能有足够的空间装药，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决定。对，我先操作室。当前你所在的房间为操作室，可修改自身基因面板。操作室一二三就能到药房，那我就把速度减成三，我的一吧，负重六，然后下一轮就可以一二三到药房，那我觉得就妥了。您可在当前玩家消耗过的卡牌中抽取一张获得水。又是第一个来，运气很不错呀，今天。东哥，嗯，不是不交易啊，嗯，身无分文啊，你不是没打过这么穷的仗，就是因为一杯酒，耽误了这些，肾上腺素也没用，刀也没了，酒也没了，喝一瓶酒丢了一瓶酒，哎。不会是山东人哈啤酒？哈啤酒。请持有二号顺位卡的玩家进入行动室。九号。OK， 现在呢，我是在操作室。我的想法呢，稍微稳健一点。我借到了防毒面具，然后呢，我就先去餐厅，有毒的餐厅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先保持我的分数不变，我的步数是五，我还可以去垃圾场，或者说是再去到控制室，可进可退。请持有三号顺位卡的玩家进入行动室。我在停尸间，这把我要去到大仓库，因为我想去大仓库抽一把，我还特意问了可文，我们俩一起摸。我不摸了。我特意换了道具，让我们来平时。我现在有点不想去这个大仓库了，你知道吗？
但是我感觉他又要去，我心想我当时把枪换过来的话，我身上有十点战力，那我就说啊，我说我不去那里，我不说我去酒窖，狠狠地拿着我的十战力冲上了大仓库。慧心，给错了，我这把要成为那个暗影了。你去哪一个层了？我去大仓库了。你不是不去了吗？还是去了？去了，去了。我没地方去了，我算了一下。拿着点资源。垃圾。啊？啥垃圾？真的假的？我不信。真的。你轰了吗？我没轰。为什么要笑？要是我有，我马把轰，我马把轰，我也是，我让大家都掉。我拿到手我就轰，我肯定是轰。对，你随便轰啊，就是。你不是张飞吗？那谁现在东是张飞，欧阳东还是？嗯，欧阳东是张飞。我现在下轮可能要去碰人了。什么？我说去完药凡之后，我可能要去碰人了。碰梁？碰人？碰人哦。不是你到底去不去水塔？你不去水塔，我去拿两个水，我可以会给你分水。我说实话，如果你去了，那我只能给你量，给不了他量了。对，这确实实话，比较真诚我。请持有四号顺位卡的玩家进入行动室。Open。我现在在大仓库，其实我可以通过大仓库到酒窖，然后到 B602、B603、B604，可以在那儿待着，然后可以去粮仓拿三个粮。七号这轮准备从粮仓传送到 B106，欧阳东、林荫谷他俩拿到了水银，必须得跟我交易，因为我有粮啊，所以我当时作为其实是一个中间商吧。如果苟活的话，很难有机会在最后一轮有一个比较高的分数，所以我就决定这一轮曾经我茫然前行一无所有不好吗？挺好的，我这没毛病，舒服巴死。你去哪边了？我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啊，现在在停机坪啊，停机坪移动到水塔。您当前卡牌数量已超过负重，您需要最少丢弃两张道具卡。去了吗？去了。你去的药房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也不跟我说实话了。再出点问题。你想说什么问题？我的粮没了。那咱就没什么谈的了。我抽到三张垃圾，我在仓库。我进来也是你这个表情。请持有八号顺位卡的玩家进入行动室。这一轮我也只能交给运气，这一轮就苟着吧，向右移一轮吧，这里应该不会碰到任何人。我去药房吧。第四轮行动结束，请所有玩家回到大厅就坐。累了。下面进入第四轮结算阶段。首先公示本轮手术室行动。手术室没有发生手术。本轮发生战斗的房间为 B304 操作室。操作室发生战斗。没有发生暗影与人相遇事件。
本轮的毒气楼层是 B 四层。B 四层，垃圾场跟粮仓，我觉得肯定会有人。选择 B 六吧。我投 B 四。搞一个 B 四吧。B 四，这一层我大概率是不会去的。接下来，请上交水粮。一号，其实我要让你们大吃一惊。又没吃饭，没吃过饭啊，孩子，孩子没吃过饭。谁没？谁说不是呢？孩子刚喝了口酒。三玩家使用一个粮。三号玩家一个粮，一个水。一个水，七号玩家一个粮。啊，你们怎么这么有钱啊？都无水无粮，没有水没有粮。九号玩家，该流程结算后，一号玩家生命归零，成为暗影。哇！我想这局挂掉。你想这局挂掉？你有枪吗？我有枪。哦，那你直接把我打死了。你是想去哪？你想去操作？嗯。行，我也可以去，我跟你一块操作。这局就成为暗影玩家，是最保险的一种打法。最后一轮呢，如果我复活了，也不会受到毒或者水和粮的这样的伤害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其实收益是非常之大。那么我在成为暗影以后呢，我的速度要非常的高，把速度值设为七。请一号玩家上交所有的道具卡。一号玩家下一轮将从停尸间开始行动，上交的道具卡将回到停尸间。你丢了几张卡？本轮火箭筒没有被使用。本轮是否有玩家要使用道具卡？要不要使用？没有没有没有使用的，在那儿去拿。要骗你？没有，我用不了。没有玩家使用。来吧，暗影玩家。你好，你好，暗影玩家。大家理解一下。不是，我都不知道咋的，我就变成暗影。啊，那还行，我知道。第五轮自由阶段开始，请各位玩家抽取顺位卡。我太好了，还有游戏体验。我还选择抽取一号位。好，好，去啊。我抽到的牌是，可以给你换，我肯靠前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是我叶哥好。必须的 B 吗？自由阶段，限时十分钟。卫星，等会儿再聊，你先把东西给我。刀先给我。我给你，给你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下一句，林英谷老师能拿到四滴水。他给咱俩两滴水，为了谈成了一换二。可以啊，那我拿了三个粮，一个给我，一个给你，然后一个给他。对，然后你还能给你水。OK， 好。而且你现在这一轮一定不要让他们封这一层。对对对对。这一轮一定要让他们封药房，就你要给各个人洗脑，让他们封药房。封药。不聊。聊啊，聊，咱们把药房封了这轮。行啊，可以，那就算我一票。封药房是吗？嗯，这儿轮封这儿行吗？什么放这儿？封这儿。那一层还不被毒的话，一定会有人去拿药。拿到药的话，如果他们最后加上血，肯定就会超过我。我就想着，钱一定要毒掉。没问题，但我们得小声的，小声缝。朋友们，把药房给我毒了，毒药房。好。慧心，慧心，我们俩去。好。
现在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两个人能去手术室。你现在人在哪吧？我现在人，我是能去到控制室的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没开手术室。你没开手术室是吧？请选择你要解读的房间。解读203。你去开手术室。你说欧阳东他们能不能去控制室啊？他们肯定也要去啊。嗯，那怎么办呢？嗯。如果说欧阳东他去的话，他的武力值呢会高于我们，那我们就算了一下，好像应该可以够得上。我有枪一把，那我把刀给你，就你要我枪加二，我那刀是加四的刀，相当于你的总攻击加六了嘛。欧阳东他应该是一个霰弹枪加四，再加一个刀加二，所以他其实就是加六，所以你可以跟他碰。那你先给我吧，因为我现在我肯定还给你的。你今天去药房了吗？只有我一个人去，我拿了一，只有你一个人去过。对。OK， 那就说药房现在还有东西是吧 ？OK， 我到时候。他们要堵药房那层。药房那层。对，你出不来。我去药房。你去药房？嗯，我要去了。你别吸我。我在药房，我吸不了。哦对。那你吸谁啊？你待会儿。我这周围我只能去一个仓库。就叫操作室，其实我挺想去操作室。反正你得保证你复活，这样的话我到时候才能给你药片能有用。我现在必须得找一个人把那个手术室堵解了才行。你要找不着我，最后可我就上手术室撞去了。行。对吧？对。我好歹能撞点出来。行。嗯。向导，东哥，你先挤个水，我需要一水来保我这一轮的命。你借我一手，我下把，要不然我就成暗影了，我只靠这一把了。你现在有一个粮是吗？我先有一粮，我现在需要你一水，我下把就不会死。我进去，我再跟聊一下，我再跟那个谁聊一下。你们能不能去拿？你们能去拿药吗？去哪？卫生间。嗯，有点难，有点难。你告诉你去哪？我。你不要影响我，我去救我自己的命，因为他有肾上腺素，我去拿肾上腺素给自己上肾上腺素。对对，跑到哪去？最后一轮，如果我拿了绳子和肾上腺素的话，我想去哪去哪，你们需要我去哪我就去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九，你拿到那个肾上腺素，你直接我们俩去手术室，我们合作去手术室。对呀、啊，东哥，你听我说，全场只有我能去读的地方，我去停尸间摸药。你确定给我药？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去过一趟，我知道那里只剩一个东西，剩下就是他的东西。我只要一抽，全都是到我手上，因为三张，真的，你信我。前三，你丢了几张卡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有什么东西？绳索、肾上腺素、药片。你确定给我用一个药？嗯，给你用个药，可以吧？如果抽了，我给你用个药。你给我水子，我留一轮。是。东哥，你干嘛呢？你现在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干，我就看看大家最后一轮能不能。哎，你的面板都有吧？你有？什么意思？这都瞧不起我？没有。太瞧不起我了。你要去哪？我刚不在这儿吗？我不想去垃圾场。你可以去仓库。仓库不是很累啊？还有几轮啊？暗影哥。你是大哥，我是二哥。二弟，还有几轮？咱们两轮。这一轮谁敢去手术室？没有人去手术室。好好好。时间到，请各位玩家回到座位。但这样我这轮想去药房，如果你们堵药房，我怎么去啊？没法去。那我让他们别堵。你去吧。别堵，对啊。哎，我们要不读 B05 吧 ？B5 吧，我们要不读 B5 吧？读 B5 吧。我也想读 B5。肯定读药房啊，读 B5 仓库就没人能去了。对，我要去大仓库，别读。读药房也可以。我听东哥的，东哥现在手上有枪。别，我要去那层。601也行。咱们读 B6 吧，要不然。行 ，B6。B6行不行，家人们？B6不读 ，B6读了没意义啊。你要不读药房的话，我还能去药
你去药房你给我药吗？问题是你从头到尾你一个药没给过我。我会给你的，现在我知道那里面还有一堆东西，我可以拿，但是你们要斗毒我肯定不敢去的，那谁也别吃药了。就下面进入第五轮行动阶段，首先请持有一号顺位卡的玩家进入行动室。301读301。我这一轮准备从106走到武器库，然后等会儿再上停机坪。这一轮我准备读药房B3。我刚刚是在水塔，然后我现在要移动到控制室。解毒 B202， 手术室。破文就要去药房去拿药，所以我这一轮必须得让破文掉点血，因为他本身就有已经有药了，所以我选择 B3。就我一个人，好无聊。终于来人了，我好无聊。我很快，我真的很快。你他读的哪儿？B3。对啊。那你是读的B3吗 ？OK。这个世界全都是毒。三号玩家，我现在在 B501的大仓库，然后我现在要去B701的停尸间，我准备去抽取刚才一号玩家那个遗留的道具。你可在当前房间最多抽取3张道具卡。哎，怎么只有2张啊？骗我。完了。博文变成暗影的时候，他说他手上是有药和肾上腺素的，我以为真有，完全没有。孙博文嘴里没有一句实话。被骗了，没有肾上腺素，没有肾上腺素。哇，你居然会相信他，兄弟。哇哇，这让你玩的。我就希望他能跟我一块去手术室，我当时没有第二个人选，他必须活下来才能做到这一点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那我救不了你了。所以这一局我要去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吧。大仓库看一下。暗影玩家到 B501 大仓库。你到哪儿了？我在仓库啊。哎，你肾上腺素呢？林时间我不在。你去了？我去看了。那你没抽到，太多了。不可能，里面只有2张牌。你只丢了一只，你只没了一个9。那可能啊，人家还有2把枪在里面呢，只有2张牌。停尸间我去过2次，第一次只有4张牌，第二次只有2张牌。我走上去了。等于说你刚才只交了1张牌出去。你看错了，你不用骗了，因为这是铁证。因为还剩3个。好吧，你到底有没有？有的话我得去拿一下，要不然我真没了。有啊，在哪？停尸间。我药片什么的都给你，可以。但是你最后要把药片还给我。可以，可以，来吧。那我把酒丢弃。哎呀，灰灰啊，灰灰，太背了，被骗2次了。灰灰啊，灰灰，不光被骗2次，手气还背，手气背后面好背。我现在是在操作室，我在想是去大仓库还是药房还是餐厅，我肯定最想去药房，但我害怕他们把药房给毒了。如果是毒了的话，那我就完蛋了。我其实当时是保证了很多人给他们要的，
欧阳东，我说可能会给他药。从头到尾你一个药没给我，不会骗你的。耀辉，我同意了给他药。现在能帮我什么？给你药啊。你等会儿把药给我补血是吧？林谷，我也保证给他药了。要给我几个药片或者啥？你给我一个水，我保证给你药片。那你保证给我一个药？保证给你药。保证给我一个药片。回收装置，回收到的药给你，到时候才能给你药片能有用。我欠了很多人药，我必须要在第五的时候去药房拿一波药才行。我赌一把，我赌一把，我去药房，信他们一回，希望他们不要背叛我。要是把药房那层毒的话，我完蛋了。你可在当前房间最多抽取两张道具卡，药片跟肾上腺素，两。OK， 丢弃肾上腺素。刚才说他们都同意了投 B 六，相信会。如果他们投三的话，我就会这轮就会死掉。你现在手里有几瓶药？我先不说。你这会儿去的药房吗？不能说。你怎么这么多秘密？你不说好了都要合作吗？我是去的药房。你们毒的药房吗？没有，我丢的是那个六。OK。你没毒药？我没有。好好。欧阳，你毒的哪儿？你不是毒药房吗？嗯。你毒的药房？完蛋了。完蛋了。欧阳说好了不毒药房的。哎呀，我现在呢是在餐厅跟林英谷商量好了去控制室，但是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，要不要去垃圾场给轰掉？那就赌一把吧，只能这样子。我去水塔拿水。我不要这个。无论怎么样，我得去粮仓，因为我听了陈浩的意见，因为他是一直掌管粮仓的嘛。那我去把那个粮给拿过来。粮仓，我全拿了，三张粮食我全拿。现在选择去，不能放弃。你读的哪儿？我读的，完了，他肯定读的药房。其实我投 B3 B6 都一样，对我来说。所以你投的是 B3 喽？啊。你没读药房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没读药房。是读的三吗？啊？读的三吧。读的三吧。啊，完了。不说好读六的吗？天哪，完蛋！我再也不能信任任何人了。你欠我一个人。我就是为了还你，我才去的药房。给我拿药救他，拿药救他，给他打肾上腺素。救不了，救不回来了。但不一定，万一他们现在都是谎言，其实最后是你胜利了。所以你要这么想，你要乐观。乐观不起来了。进到了会议室的时候，就发现他们都投的是药房。我当时其实非常非常沮丧，我当时非常难过，我其实差点哭了。第五轮行动阶段结束，请所有玩家回到大厅就坐，即将进入第五轮结算阶段。你还活着吗？还活着。你很失望？没有啊，你活着的话才有玩法。我活着。接下来进入第五轮的结算阶段。本轮手术室没有发生手术。本轮发生战斗的房间是 B101 控制室。辉哥，哎，什么时候动的？你身体好，你给我一把就行。我现在要移动到控制室。我要去控制室，战斗战斗了。同时 ，B101控制室发生了暗影与人相遇事件。
哇哦！只能赌一把。控制室有人会想在最后一轮做手术。加回来了吧？小西武。本轮的毒气楼层是 B 三层。啊！准备毒药房 B 三，选择 B 三。听说有人要去药房 B 三，投 B 六，投 B 三吧，随便投。B 三。你不会死，不会死。第五轮扣不是扣补吗？没有，第五轮扣三。第五轮扣三？第五轮扣四，吓我一跳，我刚刚也是这么算的，算错了。哦，你没死啊？没死，吓死了，吓死了。吓死了，我刚刚差点哭了。我以为第五轮毒是扣五滴血，加上我当时好像是粮跟水是缺了一股，一共会扣六滴，那我直接成为暗影了。我差点哭了。咱们这些投 B 三的。接下来，请上交水粮。一号不用吃，免食。三号交一水一粮。你怎么还有粮？就刚接我的。你还有？我没了。江湖骗子，到处骗。别卡四号的那个发言。四号一粮。五号一粮。六号一水。七号一水。八号一水。九号没有。本轮火箭筒没有被使用，攻势已结束。本轮是否有玩家要使用道具卡？使用，使用，使用，使用。哎，你得留我一个，柯文。我一共就一个药。啊。你先给我那个可以吗？药片是吧？对。你能把手套给我吗？可以。行，我把药片给你，来吧。林谷是觉得我必须要给他一个药片，毕竟他也是给了我水，给了我顺位，结果他也给了我一些帮助的。一个药先用，然后一个肾上腺素。哎，肾上腺素你留给我行不行？没了，现在都是枪了。不能相信，果然，柯文。哪儿不能相信了？两场背叛。他自己用了药，用了肾上腺素，就一个保命的东西都没有还我。因为一开始本来说好的是他要还我一个的。你等会儿把药给我补血是吧？下轮循环装置我能抽到药片，我药片给你。我和可文的联盟心中已不复存在了。如果你能给我更多的药，肯定要多，因为我回收装置。你一个药没给过我，我会给你的。我当时就是非常信任他，这个药就会给我。结果拿了药之后，然后自己用了。唉，我药片不是还是都给你？可以。但是你最后要把药片还给我。可以，可以，来吧。我把这个肾上腺素和药片给了可文。我相信我复活以后，可文一定会把药片还给我的。当然，这是我美好的想象。反正你得保证你复活，这样的话我到时候才能给你药片，能有用。当时我的血量很低了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个药把我自己血量给救回来，并且肾上腺素还能保护我，第六轮绝对不会死，我行动范围大大的增加灵活性，我第六轮都一定能出现在手术室。嗯，这个真的不能怪我。五号玩家使用一个药片，生命值立即加二。五号玩家使用肾上腺素，下一轮速度变为十，且无论受到多少伤害，生命值最多扣除至一点，不会死亡。本轮结算阶段结束。二号玩家作为暗影复活。哇！恭喜恭喜！厉害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很牛！我会重新做人的，我好好做人。即将公布各位玩家的实时生命值。即将进入第六轮自由阶段，请各位玩家抽取顺位卡。Let's go， 出台吧。
排位。下面进入第六轮自由切状。限时十分钟。哎，那你能给我一个联盟吗？因为你之后经常会补，把选一个补回来，可以吗？因为本来我想的是，我拿了他的药片，至少能让我回回血什么的。我只能又去跟我的两个小联盟，我就跟惠岑说，救我俩，我得活这一轮，因为他手中还有金条，他吃得起这次伤害。等会儿，等会儿我跟他们交换完了之后，我再找你俩，好吗？好，但我就需要一个联盟。可以。或者水也可以，是不是？水我求他们给我。啊！我求不同的人。啊！我只能求不同的人。慧晨。哎。给我，给我。我马上去换，快！我怕他给别人换了。李老师，你能再资助我一滴水吗？我需要你帮我一下。啊，已经交易掉了。没事，他还有，他还有。还有一滴啊！哎。浩辰，我不行，我只有一滴，你得给我两个呀。我只拿了三个水，我在后面得保命。啊，那你肯定换不了。对，那我们就换不了了。你得给我两个呀，说好了吗？不是，我把粮钱给你，快，你不要给别人。你得跟我聊了。谁都不要给。李老师，你别忘了，我会还你的。不是，我们可以聊一下吗？那你们想怎么样？就拿一个粮换两滴水。对呀，我俩得保命呢。不行，那我就两滴水。当下的情况是最后一轮，我肯定想自保的。啊！啊，那我们俩，那也无所谓啊。那你换一个给他吧。可以吧？我刚刚放过你。我换什么？我把这个粮给你。我给你换水，可以，可以吧？但是你就少了我一滴水。其实他那一轮没有给我水，挺伤心的，挺伤心的。换吧，兄弟，你的名次要吗？你没用给我呗。你要去哪？我跑路。你要读哪层？我听你的，你给我就听你的。这轮，你让我读哪儿就读哪儿。我想的是必须要再快速的去停机坪才能拿到他的物资，然后我就想着必须要去找人要。那你读 B1 吧。可以。嗯，我希望尽量的限制他们一个活动区域，因为现在上层建筑有的玩家数量更多，这样的话如果可以限制上层玩家的这个活动区域的话，我就有更多的可能性一次的吸到两个人的血量。行，那我给你拿过去。B1 是吧？嗯。好，读 B1。我看一下，还有个盟友，我们都给你读 B1。读这里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读 B1。为啥？因为我有交易，他把一号给我了。咱们读 B1 行吗？可以啊。读 B1 行吗？我行。行。黄总，咱俩是不是要聊一下？咱俩现在，咱们俩现在都已经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可聊吗？你觉得？咋聊？是这样，因为咱俩要不做手术？做手术不掉血，就加两滴血呗。你的意思是？对。走，你要去手术吗？还是怎么的？我现在不确定，但是咱们去的话，反正如果超过三个人，那就都死了。他的武力值也高，我的武力值就是，如果咱们到那块儿的话，肯定会打架。我们三个人去手术室，我啥意义啊？你就两个人都去，那肯定要掉血啊。但他肯定会过来，他用肾上腺素就是为了这个。肾上腺素就为了到手术室。嗯。当时其实我生命值为一啊，其实心里头是想要去选择手术一下嘛，至少你还是会恢复四点的这个生命值。但是我了解过之后呢，发现欧阳东和可文就铁定了，就一定要他们两个人去这个手术室，所以意味着我去撞的话呢，我们都进行不了手术。那我想既然这样的话，
我呢跟他去比拼一下这个武力怎么样，有一点点逆反心理吧。然后我就去问这个曾小辉搜集最多的这个武器，想跟他们撞一下。你有武器吗？啊，有刀什么的，你要吧？你捐给我吧。你去打谁？我去手术室里头。你把你把武器给我，你把刀，我跟东拼一把。你还有那个什么吗？粮或水吗？我有，我这把就死了。没有，你什么也没有啊？我什么资源都没有。我是资源都没有了，我只有道具了。哎，东哥，你们操作一波吗？能操作一波吗？没有操作了，咱们真的没有操作。那怎么办？你凉拌怎么办？柯文，你能再资助我一粮或一水吗？因为要不然我这把就完全死了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可以直接翻。我不翻，我不翻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不翻。哎，你刚说什么？就是你扣一滴血会回一滴血，然后我想再保一滴血。我没有了。哦，你有啥？我只有这一个了，他又不给我，我又得扣。你是哪？你几号？七号。我去抽火箭筒，你把粮给我。我抽火箭筒，我们就把我的火箭筒能爆出来，你只扣两滴血，我去帮你打血量高的人，行不行？我心想这是最后一轮了，我说我赌一次，但是有个关键问题，我没有水和粮，也渡过这一关，因为就算赌了，我轰了别人，但是我自己也变成暗影了，那没有任何意义。那你抽不到，你抽不到吗？哎，赌嘛，这是个赌博了嘛。不是，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不到啊，等会先问吗？倒计时三分钟。一块去做手术，但是咱们需要把别人劝开，只能这样。对，咱们是得把别人劝开，但是慧心难道不会直接把咱们给炸了吗？他们没有炸我。OK， 那 OK， 是这样的。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咱们直接告诉他们，直接广而告之。大家，我们广而告知一下，我们两个要做手术，你们谁去都会被我们揍死。我们两个要做手术，你们谁去都会被我们揍死。我想到一个牛的，我们过来，这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的事情，我们炸手术室，用火箭筒轰手术室这个事情。也是可文一步一步造成的。我的妈呀，被他拿走了。本轮发生战斗的房间 B501 大仓库，渐行渐远，一个是给我八点伤害，第二个是他答应要给我药的，他没有给。你等会儿把药给我不写是吧？对，一个药钱总，然后一个肾上腺素。不能相信，果然可文，我们炸手术室，手术室会发生乱战。相信你啊，兄弟，今天就相信你了，给你，不要了。为了兄弟情，我其实当时很纠结，因为我如果不给他的话，我只扣一滴血，反倒加了药，我其实也可以保住名次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没有抽到卡，非常遗憾，想在别人身上来投资一下，赌一下，我就跟他行，都给你，你拿去，你今天必须把这个火箭筒给我抽到。那反正就他们俩。哎，乖乖，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的事情。嗯，他们有三个人去手术室，或者让他们去手术室，人全死。那你怎么有？你有火箭筒吗？要不就我先去抽，一定能抽到。倒计时，两分钟。首先，所有人都别来手术室，我们两个在这块儿。啊。等会儿我问一下，你做手术吗？我啊。嗯。我不一定。怎么又不一定了？那没办法，我现在只能拼一把了。你拼什么？拼啥呀？就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做成了。肯定做不成，我们俩肯定去，而且我们俩的武力值很高。所以就是这样的。哇！你支持我吗？你支持我们这个事业吗？我们后面有疯狂的计划，
你告诉他吧，跟他说了不是吗？不是，一定能抽到吗？一定，一定，你赌一把吧。赌这一把吧，英国。上次你赌，你没相信我，这次你信我一次，好吗？倒计时，一分钟。就是这样的话，咱们是大家都输了。没水没粮，没水没粮。然后我还得打他。对。可以吗？他损的会比你多，他会扣两滴，我们每人扣一滴嘛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，英哥？那我扣了两滴啊，兄弟。你会回的，你会回的。为什么回？你先，我这个不能告诉你，但他会拿到药片，他会拿药片的，好吗，英哥？下面进入第六轮行动阶段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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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。哇，这将是一次世纪的豪赌，把我的所有都给了耀辉，让他去抽火箭筒，然后再炸手术室。我现在就去停机坪。当前的空投物资已公开，您可挑选一张获得。拿药啊！这轮我投 B， 因为刚刚跟他们答应好了，他把顺位还给我了。他们现在主要是想把楼上的这群人给堵掉，所以说，光我们这楼下的这些良民来说啊，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哈。所以说，我在粮仓，然后我去 B504。好啦，我去安全屋四。所以他真炸弹是吧？但他得他抽到啊，他到底能不能抽到啊？那不知道啊。但是，慧清老师会不会去手术室啊？那不知道啊，你跟他聊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他其实武器也很多呀、啊。请持有四号顺位卡的玩家进入行动室。Let's go, let's go。哥，慧清哥。哥。哥，慧清哥。决定了，决定了，完了，哥，哥，决定，哥，决定，哦，走了啊，哥，哥，九号玩家，哎呀，我现在是在控制室是吧？好，控制室。现在在控制室，首先移动到 B102， 然后再移动到 B201， 然后再移动到手术室。我决定苟延残喘，从控制室来这个 B201， 苟活。三号玩家，我在停时间，我准备用绳索到垃圾场去摸火箭筒。您可在该房间抽取五张道具卡。火箭筒。我是一号玩家，我现在在 B501 大仓库，我要去的地方是 B202 手术室。做手术，来吧。现在我是在药房，然后我肾上腺素能走十步。下面进入第六轮结算阶段。本轮
手术室发生手术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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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本轮没有发生战斗，混乱斗的房间。没去吗慧心？那就成人之美吧，让他们去手术吧。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无力回天了，发现呢欧阳东和可文他就捆绑得很死，他们俩一定要去参加手术，就不知道我到底我能不能做成了。肯定做不成，我们俩肯定去，而且我们俩的武力值很高。就是这样的话咱们是大家都输了啊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加入其中。我想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成人之美，让他们呢好好的去做一下这个手术，去水塔，然后呢去拼一下最后的武力值吧。一步两步，好。由于您的卡牌数量超过负注，您将在该房间丢弃两张，只废弃箱。丢弃这边，然后再留这个三个。我觉得其他的游戏我们还可以进行合作，也许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一个结局。是的，游戏太和平了 ，peace。手术室发生了暗影与人相遇事件。啊！哦，你去了。我，他已经活了，只有我一个暗影。本轮的毒气楼层是 B 一层。本轮没人受到毒气伤害。接下来，请上交水粮。一号不用吃饭，二号不想吃饭。我吃一水一粮。你吃好多啊。好吗英国，你给我一瓶水，我保证你这三个只要是前三，你给我的水就可以好吗？哎呀，你要吗？我给你吧。向日葵菜没关系，加油兄弟加油。其实我觉得我要这一分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曾小辉在前面几轮给了我刀，三回他要去酒窖，他现在武力值很高哎。我等会换个东西给你。去酒窖。然后又给了我粮食。你没粮食吧？没有。给你个粮。谢谢，等我抽到了能给你一张给你要。这东西我觉得如果说他之前不给我的话，我留着一分的话我可能还不会有这么多东西。我当时心想着，我就是第一我可以看一个戏，看他真不真能冲到那个火箭筒，对吧？然后第二曾耀辉就是一直以来这么无条件的支持我，所以说我不觉得我给了那张水牌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失去了什么，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出的嘛，报恩嘛，报恩。你吃了好多啊！骗了我，丝毫不吃。减肥，不吃不喝。不吃不喝，不吃不喝，去了。我交一水一粮。没有水粮。水粮结算后，九号玩家生命值归零，成为暗影。请前往大屏幕处上交所有道具卡。OK。本轮火箭筒，我好害怕呀！本轮火箭筒被使用。哇哇，不会吧？三一直是我的幸运数字，进去以后我就只抽三六九十二三的倍数。我地上三，垃圾。我说没事儿，再来六。火箭筒，垃圾。九，火箭筒，垃圾。我想该来了吧。十二。火箭筒，暗暗的拿走了火箭筒。
用力地把他轰在了手术室。火箭筒袭击的房间是 B202 手术室。哇，真的吗？想想就难受，我现在感觉心被炸了一样，我现在真的巨难受。他当时公布了，他说他炸手术室，我感觉我整个人就是心整个石沉大海的感觉，悬着的心终于死了那种感觉，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确实是非常的伤心，我大脑当时短路了一下，我当时觉得怎么回事，我就是我整个人都懵了，我说怎么会这样，但没想到他真的拿了，而且真的炸了我们。哇，什么意思？等会儿，那可惜了。本来我计划的是他能去的话，他去的话，他们三个我可以把全轰了，他们三个全都变成暗影。哦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对啊，但他没去。火箭筒被使用后，六号玩家生命值归零，成为暗影。请前往大屏幕处，上交所有道具卡。东哥 ，I'm sorry。东哥，对不起。游戏嘛，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东哥是真的无条件的支持我，几次就是真的没有求回报，而且一次又一次的相信我。东哥真的很感谢，兄弟记在心里，以后一定还你。现在，是否有玩家要使用药片酒？及肾上腺素。七号使用药片。八号使用药片。你藏得好深啊。我使用酒。哇哦。哇哦，摇骰子喽。摇骰子喽。我看看大家怎么个摇法。三号玩家使用酒。请前往大屏幕处领取骰子。哇塞啊，东哥不能跟你握手，现在东哥现在给你手捏断。东哥，火箭筒倒数第三张。哦，绳索穿偏了一张。防毒面具四元口袋。一次元口袋。哦，怎么说？Sorry 怎么说？玩家投掷出数字六，生命值加二。这个酒啊，有的人可以喝，有的人不能喝。我有点酒精过敏，我是一个酒精过敏的帅哥，我受不了了，摸到酒我就已经过敏了。本轮结算阶段结束。一号玩家作为暗影复活。本轮是否有玩家要使用道具卡？请问您是否选择使用循环回收装置？使用。给我瓶药吧。金条可以兑换一点生命值，还可以。生命值统计已结束，接下来公示所有玩家的最终生命值。
跟英谷老师一样。灰尘，灰尘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我水了吗？他但凡给我水，我就会比他多一滴。对对对，他算得太准了。没有答应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手上还有个药片，我能算得出到最后的名次。如果我给了的话，我肯定就是第三，灰尘就是第二，所以我肯定不能给啊。恭喜恭喜！觉得很开心，然后这个游戏确实非常好玩，有很多种可能性，就是不可能说是你永远都是一个结盟，因为我全场结了很多人的盟，然后我跟林老师水粮策略非常的好，第一次合作和第二次合作都有不同的感受，一次是因为我们的交流其实并不是很多，然后最后的沟通上也会有问题，然后在新的一次合作上，我们俩的策略其实变得更多了，我们交流更加密切了，大家都能知道对方的意思，所以我觉得合作是很开心的。谢谢。我觉得每个博弈游戏都很像，就是你对于你看完规则之后，你大概会有基本的打法理解，剩下的你就是一，保持一个合作的开放关系，二呢，你不要太冒险，就是卧薪尝胆，然后保留底牌，我觉得这个其实相对是比较能赢的方法，前几轮学会的经验。林谷他这把靠隐藏低调拿到了第一，他前几次太高调了，带领全场，后来变成大家集火的对象，但这次是偷偷算，没有把这个能力分享给大家，应该吸取教训。所以这次他拿这个第一，他藏得很好，没想谁都没想到他后面还有一瓶药。恭喜林英谷、朱晨浩两位所代表的分区获得最高级别的物资补给，请领取你们的奖品。哇！特级物资补给，来前往领取吧。去吧去吧，从来没有想到过还有这么一天。这游戏一定是需要你去多各方交流去交换的一个游戏，所以一定需要你去聊的，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，并且利用好自己的长处，知道别人的短处，用自己的长处去制衡别人的短处。首先我在一开始很认清了今天我的这样的一个长处，就是我的手气好。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果敢，不要因为血量低或者是变成了暗影就放弃，把自己的长处完全发挥了，因为别人也有他们的长处，他们的长处和我的长处相结合，我们才能打出一套漂亮的牌。我觉得我是接受这个暗影的最后的这个结局的，我觉得整个游戏我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，我很享受其中，我也看着大家跟我有一个这种互动啊，直观的这种沟通的交流的那种感觉，我也是挺开心的。下一个游戏我希望要规定自己就是那个风格的话，坚持到底，攻击就攻击，抱团就是抱团，防御就是从始至终就防御。我现在18位玩家，还有好多玩家还没有一起游戏过呢，我希望看看不同玩家在游戏里面不同的状态，看看跟不同的玩家能够碰撞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。能够尝试一个游戏我自己占主导权并且有攻击性的一个玩家，让大家都臣服于我。来官方直营门店芒果 MCT 长沙、上海、南京，节目同款游戏线下火爆进行中，上芒果官方社交互动平台芒果派 APP 畅玩节目同款新游戏。
Thank you.